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真正的快乐是没有欲望的束缚，真正的幸福是内心有智慧的真理。爱如果能像清水一样清净自在，不润一切众生，那该有多好。声闻缘觉，由于没有升起利他的心念，所以并没有办法成就佛果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情的话，就会有这样的祸患。蝉要破茧才能变成鹅，小鸡必须破蛋才能变成大鸡。相同的，人必须先破除心中的围墙，才能探索围墙以外的世界。就打怕没那让着因果想家了。心也一样，心的本质是光明，
但被欲望所蒙蔽，经由智慧之火来提炼，但它的本质光明却维持不变。四旬波罗那嘛真果上加罗，对一切有情众生升起慈悲，仿佛每一个众生都是你唯一的孩子，这是回报佛陀仁慈的最佳方式。而帮助众生，则是献给佛陀之无上供养。当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怀着良善动机时，快乐便像影子般地跟随他。对一位菩萨而言，要圆满六度的修行，与众生互助合作，仁慈地对待他们极为重要。人要恢复自己的面目，就必须对一切人，进而对生物关心，保持一份温暖的心情。Thank you.
当人的视野已扩展到前所未见的开阔境界时，智慧的力量将带我们扬升到另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我们便是以这种方式在禅修道路上精进不懈。慈悲是智慧所自然放射出的一种光芒。充满智慧的教法则能消除我们的痛苦，因为痛苦完全是来自于我们的心中。众生该想的，唯有以慈与悲给予一切众生，不要想嗔恚或害物。什么是慈悲？就是只做善事。让自己做尽一切善事，就是自度；感召众生做尽一切善事，就是度人。
萨瓦达玛松巴瓦修多没有一切贪执和挂碍，我们的生活才能幸福，宛如光阴天的神仙，以喜悦为食。如果你不具有菩提心的话，无论听了多么深奥的佛法，都仍然是不完全的。具足菩提心的人，对空性的了解也不可能圆满，就像阿罗汉没办法成就佛果一样。人生如梦，这场梦不论是美梦噩梦，我们都是这场梦的主人，可以选择在美梦里不迷失，陷入噩梦里保有觉醒的能力。当做徒弟的自己准备好了，老师，该出现的老师，就会立刻出现。
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要弘法利生，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的原则，而不断地在运转，透过各种的管道，包括卫星、电脑，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、弘扬佛法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，每年10000元台币或每个月1000块，不断地来护持，不断地来推动佛法。感恩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成就一切诸善法，弘扬佛陀般若智。话拨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尊胜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乌金清烈多杰尊者，2021年6月5日起，每周六晚上7点于脸书首播《菩提道灯论》中文教学。生命电视台将于每星期六晚上7点同步直播，每隔周星期五晚上9点重播。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。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为僧众节下安居、自立修行之期，也因应疫情升温，应尽量减少外出，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。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，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不便外出之僧众民生用品与食品。填写表单如下：联络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。声中千山醒，鸡足山的早晨在梵拜声中渐渐褪去夜幕，迎来细雨纷纷、云深雾重的微明天色。金顶寺位于鸡足山最高点，初建于明朝，几经翻修，因有铜铸金殿而得名。大雄宝殿里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，佛像两侧分别塑有阿难尊者、迦摄尊者、达摩祖师、六臂护法王像。在金顶的早课结束后，大众随即到大殿外，由海涛法师带领进行烟供、药供。再来向师尊说
们有两个方向，一个就是六道众生，我们替他做分享。如果有人拿着1000块，用你的名字去做好事，你会不会感动啊？特别那些没有福报的恶鬼道，还是过去没有布施啊。所以佛经说，如果你拿一杯水为孤魂野鬼供养三宝，就可以让84000个孤魂野鬼升天，因为三宝的功德力。所以我们特别要以这样的心态来替所有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可怜的没有福报的众生供养三宝。所以不但供养三宝，然后呢继续我们要念的就是下施的仪轨，将这些食物化成甘露。因为大部分的孤魂野鬼他们是吸味道的，所以我们请活菩萨请火神加持化为甘露，然后呢我让他们吸一下，至少离开饥渴。一般的孤魂野鬼寿命最短170万年没得吃啊，所以我想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男女孤魂，特别在我们佛教里面，我们佛教里面了解这个是要普度六道众生，所以要为他们做下施。不但如此，更要回向我们的第一项冤亲债主、历代祖先、堕胎流产胎儿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回向，哎，也就直接布施给他们啊。所以来，现在大家跟我念来。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身，南无常住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药师如来，南无药师如来。我们今天也会布施药，因为那些孤魂野鬼，如果他再生在生病，一执着，他一辈子都在生病，所以我们要布施那个药，去除他的病苦。如果我们的祖先他身上有病没有去除，就会影响到子孙啊。所以祖先得到什么病，子孙一代一代也会有这个病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布施药给那些所有病苦者。那当然布施药你也可以健康。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不动如来，南无不动如来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佛和沙，佛和沙，一心顶礼，一心顶礼，大迦摄尊者，大迦摄。为利众生愿成佛，诸佛正法甚深重，直至菩提我皈依，以我布施等功德，为利众生愿成佛。愿诸有情具乐极乐因，愿诸有情离苦集苦因，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，愿有情离亲疏惜贫。浓密烟雾中的甘露法师与飘渺的山峦连成一气，萦绕在翠绿的层层山峦中，仿若观音菩萨柔软的手轻轻抚过大地，所行之处的每一个生命都得到法力不可思议的润泽。Thank you.